大家好，我是小抖，起床了，睡了几个小时，不到3个小时啊，因为昨天晚上一个朋友脚割了嘛，又跟他去医院，回来有点晚，走了，上班去了。这边一个，还有这个放那个，都放在这边。这里钱呀，会计啊，有点多呀，一直都是白天送快递，晚上去赶海，有点疲惫呀。下午回来以后，我直接就躺床上睡了，晚饭都没吃。现在到点了，咱们再去赶海吧，潮水已经退下去了。里面有东西，好像是螃蟹，在这里，看，哇，好大一个滑盖蟹，我的妈！按照我跟你们说的季节啊，看，之后我再教你们的方法，过来啊。100%有货，我说了，要是没货的话啊，你找我，都在吃嘎了啊。哎，这里有条鱼，哎呦，活的沙光鱼，这个头还不小，你过来。这边还有一条，看，哎呦，这个受伤了，哎，没有。打了壳，我以为受伤了。越是在这种看不清的地方，越得仔细看。海螺啊，没别的，看，不小了哎。我现在眼都花了都。来了啊！这个壳，这个是的，看。多捡捡这个东西值钱呀，捡多了去市场上面卖一下。哎呀，我刚要去拍那个海胆啊，那地方一个花盖蟹，哎，来，有夹子，你看能怎么着啊？啊，放了，快走！我来看这个海胆啊，哇塞，好大一个！一定要仔细找，要有耐心啊！千万不要没耐心，没耐心不行啊！哎，这边又来了，大海葵，看到了吧？啊，自己挖这个东西，一般情况下都挖断了，都啊，不太好挖啊。这个因为它太深了啊，需要用铁锹挖。好大一个，它都是小海螺，哪个大的没有？一个啊！哎呦，摩尔螺，这个大，看这边，又一个，俩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又一个，大哥又找到一个，哎呦，这个小的，这个不要了。哎，有朋友说我小头，你这货都捡的都是成双成对的啊，人家正在配对，你就把人家搞走了，这他这个没配对啊，他只是以为这对方是块石头，没有什么配对啊，别误会，看大海螺俩，他只是把对方当成一块石头，因为这海螺吧，它是粘在石头上面的。看眼力的时候来了，你们要是来能不能看到啊？这不就这样的啊？
摸耳朵，就一个嘛。之前都是两个，这最近咋都一个呢？看前面，哇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哎，活的还是？啊，这也活的？这干起来了，这是？哎呦，这螃蟹被皮鱼虾干了，这个软皮的这是？哇，看，这螃蟹没用了。皮皮虾吧，来，拿皮皮虾就得这样拿啊，这样拿。到家了，哇，快三点了，睡觉了。这几天那个睡眠有点少啊，以前就3个小时左右吧，早点睡吧。喜欢小朵视频的可以在下方关注我一下，感谢了，拜拜。